不愧排名的贵，凡也不曾当个神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腾哥，来吧。今天上头当中新出了一款皮肤，它就是伽罗的剑与风息。这款皮肤说实话太帅了，太给力了，太有感觉了，它跟花木兰的那个五五开飞节水晶猎鹰者是一个档次的，都是这个开飞节的专属皮肤。来吧，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干。我们点券不够，先来抽个点券好吧，朋友们。点券的话不要抽太多，抽太多的话容易花不完，先抽十个六四八八，好吧，小伙伴们。来，我们下面来这个冲山点券一个，叫什么？来个八点先冲下。没有点券的话是没法玩游戏的，所以说我们就先冲十个六四八吧，省得一会儿这个没有点券，对吧？所以说很尴尬。这种事情其实很好解决，就冲就行了。人家冲，扭住头发，直接扇脸。那两个轻轻松松、简简单单、轻轻松松的，就把他天美的脸给他干趴了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啊，这种低端机说实话毫无挑战性啊！一个小小的皮肤，竟然价格高达710点券，所以说这是我们不能忍受的事情，必须得来十个六四八扇他的脸。然后这个过程可能有点漫长，大家稍等一下。因为这个其实我也不喜欢充点券，但是号上没有点券了，没办法了，显得太尴尬，我们只能把号上充点点券。几个了？六四八十个了，还上523 Q 币，523冲上去吧，留着也没用，留着也没用，175还能买个618，618买了还能买个30。天美老公啊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能不能让我睡了你？好了，你买这个点券吃完了，不再多说废话，来吧，购买，购买并穿单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上头了，兄弟们，这个皮肤说实话太帅，你看到没有？没有，这个伽罗，黄头发，黄头发的妹子呀，朋友们，黄头发的妹子，那家伙是我的最爱，我就喜欢黄头发的。你再看看他的海报，你看，啪，比那个后羿的逐日射击果，今天是周一更加的帅，238个皮肤，还行，挺帅的，说实话，比原来的时候要帅了很多了，比那个普通皮肤，对吧？看一下我们现在一共几个皮肤了，我这里特别尴尬的是吧，没有抽到那个内测皮肤，很尴尬。92个英雄，238个皮肤，如果我能抽到那两个内测我就240了，但是我没抽到，可能是我运气太差了吧。我想问一下小伙伴们，你能抽到那个内测皮肤了吗？哟，还有充值奖励，我天哪，太爽了吧，兄弟，这家伙整的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直接把天美干蒙圈了。开场是一个跳跃，跳跃之后一个飞镖冲射出去，说明这个皮肤是一个黄色系列的啊，就是黄色光效，不是黄色系列，可能有的人听起来有点龌龊啊，你不要想歪好吗，哥们儿？这个黄色不是那个黄色，你想的黄色不是我想的黄色，我说的黄色也不是你说的那个黄色，好吧？这话就不再多说，来点击射手伽罗，啊，老公好帅，老公不行了，老公这个怎么这么帅？没办法，就是这么帅，伽罗，那句话怎么说的？又加又罗，一加一不是马加驴等于罗，就是伽罗。其实他这个名字有点短，伽罗的名字是缩减之后，正确的名字是马加罗，不是马加驴等于罗，就叫伽罗。老头子你真装，开个玩笑，不要介意，喜欢玩伽罗的小伙伴也不要伤心，也不要生气好吗，我只是随随便便的说一说。来，我们开启冷却，看一下他的光效，一技能，哎呦，一技能一开技能这个攻击范围好大呀，朋友们，发现没有，来直接飞过来啊，大家看一技能一开，哇，去，这给他干懵了就，对吧，这攻击范围太大了。来看大招，哇，我去，二技能，我天哪，朋友们，更帅的二技能，我去，伽罗怪不得这个射击之王，对吧，距离是真的太远了，不用出那个装备，那个什么东西，那个攻击里面推荐，对，不是这个，是一个加距离的那个逐日之弓，对吧，都不用出逐日之弓，你看我们买个逐日之弓，你看啊，朋友们，现在攻击距离是这么远，对吧，你再加上逐日之弓，我去，简直是个老变态，太脏了，好帅啊，朋友们，好帅，真的，你看，哇，好帅，兄弟们，这个皮肤太帅了，兄弟们，快点快点，怎么都不了了，赶紧充钱吧，都不用进场，你看兄弟们，再开个一技能，站在外面都能把塔给他射蒙圈，你跟我说兄弟们玩这个英雄有意思吗？没有一点意思，也没有任何挑战性，那直接轻轻松松点点的单，就把天美给他干蒙圈了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咱把这个防御塔给他拆掉，必须得让天美，你看无伤偷塔，对吧，兄弟？太脏了，这个英雄设计的真的是太脏了。完全都受不了，你看李白小哥哥来了之后都动都不用动就被干掉了，就被好了，小伙伴们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咱们晚上再见，拜拜。伽罗这个皮肤太帅了，有喜欢的小伙伴赶紧购买吧。